功德诸位得力对恁含出，咱请中会长立相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得到上帝恩典，伊阮教会伫遮设立已经五十年久。啊，经过几人位的传道先生，啊，郭主任牧师、黄道明牧师以及吴淑慧牧师，甲咱各位长老、执事，咱各位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力，咱伫阮教会。徛在伫二轮乡，伫遮发光，伫遮做盐，宣扬福音。咱了真侪个社区个时间，啊，伫即个所在用社区个时间，咱伫遮来传福音。咱就是要盼望吼，搁较侪人会当听着福音。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将地球个人家日日加添予咱。咱也得到廖建志牧师个欢喜，愿意来二轮教会做伙服侍。要一只就任理论教会宣教牧师，主的道理对恁传出，这个是主耶稣的交代，爱咱大家同心合力，做伙来拍拼，要来分伫这个大使命，就是主耶稣讲的讲，恁来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啊，因行洗礼，啊，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既然主所有命令恁的，就教是应受，所以我今仔日。用一个题目讲，主的道理对恁传出，这个也就是伫咱头拄仔读个圣经内面第八章，就是伫背后迄个所在，讲因为主的道理对恁传出，啊，我用这个做题目，咱要做伙来看，有一间教会，伊就是安尼咧传道理，伫遐做一个宣教，这个工作这边重要。咱要看一间教会会大还是小，普通咱有真侪人拢看讲。咱拢会甲算讲啊，恁个座位大概有几位？安尼，即间教会是大型个，还是小型个？啊，有人会是看讲，咱咧聚会人多还是少？即个咧看伊是大还是小？其实教会个大小，毋是在伫人个多少，毋是在伫空间个大小。要紧个就是讲，即间教会有偌大个动力，有迄个气力，有迄动力，通来实行耶稣所交代即个大使命，就是去。宣扬福音，会当引带人来归主。即、這个用即个来看讲，你有迄动力哪大，你会教的就是大间的，就是大的教会。啊，你若拢无动力，你阁有较侪人，迄、那个教会嘛袂当称作是大的教会。今仔我要参咱做伙来看一间教会，即间教会设立虽然无久，可能才几个月啊尔，总是即间教会的信徒，因逐个人性命有更新过，因有迄、那个。画面伫内内面，所以嘛，当伫因中间流露出迄个信、仁爱、盼望，即个水个德行来。而且因伫受困扰个时阵，因有听着福音，领受福音，然后宣扬福音，画出迄个福音个特质来。即、這个就是伫咱圣经头段读个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所在，甚至各所在人拢听着因个名声，嘛知影一间教会，因个信德。真侪其他迄个信主的人，即个信徒的一个模样，即个表现证明即间教会是予上帝听，搁再是受拣选的教会。因是个人伫教会活命的源头，就是个人伫咱的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安尼看起来，即个教会是有一个有活命，所以因会当领受迄个白白的恩惠甲平安。即间教会呢，伊的名称叫做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是保罗甲伊个同工，啊，因有一摆去到伫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因伫迄个所在来传讲基督，有济济人听因个口讲，了后呢，因就做伙伫遐来设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奉主个名伫遐设立个。当然伫迄个时阵，帖撒罗尼迦遐有真济犹太人，因真唔甘愿，就是讲有济济人怎啊去信福音、信耶稣。安尼，因个人煞流失，煞走去，所以迄个时阵，因就煽动遐群众来攻击保罗因，解保罗因，解因称作讲，因是拍乱天下个人，讲即阵就是拍乱天下个人。安尼，迄个时阵保罗因伫遐呾，伫遐受困着，即个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7章第4节以后一段记载。
会当互咱看到讲保罗伊伫迄时阵，伫帖撒罗尼迦诶传福音真有效果，有真侪人来信。啊，伫遐保罗受人安尼甲伊侮辱、甲伊困扰诶时阵，伊就走。因逃走了后，因是去到伫哪顶？总是保罗有留一个同工，叫做提摩太，留伫帖撒罗尼迦。啊，即、這个提摩太还佫伫迄个所在继续咧牧养，啊，参因做伙。后来提摩太有将帖撒罗尼迦遐情形，啊，来报告予保罗知影。保罗听着足欢喜，讲伊即间教会，即个人安尼持守道理，佫会当伫遐成做一个信仰的模范。所以伊真欢喜，然后就写一张批，表达伊心中的喜乐，参对上帝的感谢，也鼓励即个受困局伫迄中间，即个帖撒罗尼迦即个兄弟姊妹。即张批就是咱今仔所读，啊，咱读着第一章对第一节，应该读到第十节的所在，咱看到即章的圣经，伊就已经保罗伫遐讲，若是讲阿乐，佮伫遐讲，互咱看起讲，即间教会伊有真特别，伊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讲主的道理是对恁传出去。这个教会的特质是几项呢？头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美德，就是讲有真水的德行的教会。讲真侪基督徒上重要特质，就是信、仁爱、盼望这个德行。信、盼望、仁爱，我想这几个咱大家人拢真熟。伫新约圣经内面，足侪所在拢有提起信、望、爱。啊，即卖嘛有真侪人用信、望、爱。做因的一个点名，也是做因的一个目标。我想咱真侪人有看到遮，咱知影真正信心是爱借着咱的行为会当显明出来。只有真正信心的人，伊才会当得着去。这是咱圣经内面互咱的一个真理。得救，咱人若得救了后，咱的性命一直改变，就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新创造的人的款式。安尼听呢，听是信徒。心中要推动的一个力量，所以咱若听主，咱着活做工，咱着无嫌无嫌艰苦。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你拢会去承担，你拢甘愿去担去做。伫信心、站伫听心以外，也佫有一种，就是伫困难的中间，互你会产生迄个困顿的盼望。因为咱知影，咱将来上帝的确要将伊予咱一些应允，拢会成就，所以咱就有即款的盼望。咱会吞忍着现实所拄着，无论是困境也好，无论是拄着艰难，咱拢会当照来去做。即、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因遮个特质啦。所以会当先互咱看起来，互咱知影讲，这是有一个有信、有盼望、有仁爱，即、這个教会，这是伊个特质。教会就是上帝所听、所拣选的。若无上帝听，咱就足歹去解释上帝拣选。保罗呢？伊就将上帝听参上帝拣选两个甲伊结合做伙，后来来当看见讲上帝听这个教会拣选这个教会这个姊妹来伊个内面做上帝的使者，做上帝这个传传福音的一个基础，因一个基地。教会是伫信、伫仁爱、伫盼望的中间来领受上帝所赏赐这新的活命，咱用这个活命来宣扬福音。所以咱嘛知影。教会是啥物？教会就是一个接受福音，然后咱可以宣扬福音的一个信仰团体。教会就是咱接受福音，咱可以当宣扬福音的一个信仰团体。安尼讲起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参福音有啥物款的关系呢？第二，我特别讲讲，就这是圣神最刚的一个教会。大圣伫今仔咱读的圣经内面有安尼讲着讲，阮的福音传到伊。这是保罗所写，我的福音传到这边。接著呢，在第六章讲，恁先受道理，恁先受道理。第三呢，讲主的道理对恁传出，这是第八章。所以咱若看这三章的圣经，咱就通看到讲，我的福音传到这边，然后恁先受道理，再落来呢，主的道理对恁传出。先接福音，咱有人传道理来，咱先接福音，然后还佫将福音。我想，帖撒罗尼迦迄个所在，主要就是因为有保罗、西拉、提摩太，因将福音真理传到伫迄个所在去，然后遮个人就伫遐承受道理。啊，即摆保罗咧甲伊讲，讲主的道理嘛，要阁对恁传出去，即个是一个真水的循环。若是照保罗伊个批内面所讲的呢，讲因
安怎传道理，安怎传福音呢？就是用言语，伫遐用文字，用言语。但是毋若用遮个，要紧讲着一项，就是用上帝的观念啦。我也是在地观念，是在地圣神伫咱每一个人心内做工。所以咱嘛知影，咱一个教会的确爱有圣神伫遮做工，即个是重点的所在。嘛，予咱看起讲，上帝伊会当用圣神来伫遐刺察人的心，用圣神伫遐来做工，咱大家当得到迄个道理。那呢，咱承接道理了后，来阁将主的道理对恁家己传出去。安尼看起来，咱来当看到保罗，伊伫这所在讲来讲，伊嘛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坚定的信心，就会当那勇敢来传道理。传福音几个特点，就是真理，过来就是观念，圣神的观念，过来就是信心。用这个，咱来当真做是一个真完整、真完整。予咱来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这几项拢是来自圣神的开导，所以圣神的观念在咱中间，才会当吸引人，才会当伫遐来为福音做见证。咱只要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是一个有信、有盼望、有忍耐，这美德的教会，因阁是圣神在中间伫遐做工的教会。那咱继续要来看讲保罗。伊也将帖撒罗尼迦教会怎样回应福音真理做真详细的报告，所以因伫大患的中间，毋那无论呢，反正搁再加起因的脚步，伫遐努力来伫遐做工，毋那呢，因也当看到圣神做工伫心内，因就迄个喜乐的果子出来。我伫安尼看到讲，伫教会成长有足侪所在拢是安尼，有外口的分别。内底咱有记录，外口有分别，但是内底不颠倒有记录，这是一个真水，人可能看到讲，伫历史上一直咧重演这个代志。因承接道理，毋但是听道理，因还搁在伫个生命有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比较保罗甲伊讲的，讲因学遐传福音的人的行做。帖撒罗尼迦这个人，伊在学保罗西拉，学这个因这使徒，因安怎咧行做。因好的行为，予遮人来学习。然后，即、這个学习了后，因嘛要真侪人的模范，要予人来学习。所以伫后台啊，足侪人咧，拢也知影讲，即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偌尔啊水，伊也来得到上帝保佑。即予咱看到讲，一个人因得爱学主，然后咱来好呾讲，你来学我，亲像我咧学基督同款。即、這个是咱大家人爱做，啊，我嘛毋盲讲。咱大家人有即款的心智，嘛会当知影讲，我有即个把握，讲恁来学我，亲像我咧学基督，恁毋通学我遐歹习惯呢，毋通学我迄个歹模样呢，恁是爱像我咧学基督安尼，恁来学我。保罗伫遮就是安尼讲的，所以当互咱看到这是一个迄、那个效法人的人，后来要阁真侪人的模范，互人来甲学基督，学即个好的循环，咱看到。福音会当产生遮尔啊大个开力，伫咱即中间也当流露出迄个基督个生命出来，会当予咱看到讲，伫基督个旁边，予咱来学，咱当真侪正人个模范。即个是予咱看到第三点，学基督个教会。过落来，最后一项就是讲到真侪一个宣教甲服侍个教会。啊，即、這个帖撒罗尼迦个教会，因遮个姊妹是用真自然个方法。来将福音传出去，所以而且讲主的道理对恁传出，因传福音的方法伫圣经内面无记载。我想因可能是用嘴讲，可能是参人咧交谈的中间，而且就将福音传互因。刚才迄阵啊，因嘛用迄、那个啊三福，还是用福音桥，而且咧讲解咧讲啊讲这福音啊，总是咱唔知影伊是用啥物方法。也叫有可能，因是伊伫因个行为个顶面有真好个表现，有真好个行答，人着看见即个行为个见证，因生活生命个改变，就安尼流露出来，用安尼个传福音。而且结论，伊着是安尼讲，讲因将主个道理传出去，伫迄个所在传出去，互真济人会当看到因，啊，着来来伫遐来信主。咱今仔日即个上帝遮尔啊大个恩赐。廖建志牧师伫理论教会，嘛当带咱大家人做伙，咱来做宣教，
咱来做传福音这个大的事工，让咱知影咱一面服侍上帝，一面咱也听候上帝要给咱的祝福献花。因为咱知影咱所做伫伊个内面的确会健康，咱今仔日爱有这款的心志来学习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就是一个有迄个真水的德行，有信仰人仁爱，这个真水的德行的教会。佮伫这个教会，咱嘛看见圣神做工，因每一个人的性命是更新，有气力通来向前迈进，安尼因会当学遮个真济。咱较早看到遮真侪信仰先辈留来，互咱家己，咱来学习学了后，咱嘛爱诚侪人的模范。你要诚侪人的模范，你得较爱有迄个把握，你得较爱伫做面前，你是细者，你所做会当诚侪人，甲你看做好，人会当安尼来学习。所以即个对咱来讲真要紧，就是你爱有迄款新的信仰伫你内面，有基督信仰，你才当流露出迄个水的德行来。麻烦看到讲，咱这个教会是要真多宣告一个服侍的教会，予咱道理对咱来传出去，而且咱真多一个真水的一个循环。现在兄弟姊妹，咱是一群因为上帝听甲怜悯，得到上帝拣选的选民，咱拣选就是为着服侍。咱而且爱伫这个教会中间，咱会当有甲主搁较亲密的沟通，连接伫咱的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顺服伫圣神的引带，予咱流露出基督迄个生命、水的生命。伫工作的中间，伫参人接触的中间，会当予咱体会到上帝的疼。咱用行做，用咱的行为来见证福音，予人学你，就是亲像你的基督共款。加上罗尼加的教会，诚侪咱的模范。啊，咱今仔日交宣教的牧师，参咱做伙要打拼。咱逐个人爱尽心伫主的内面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也主的道理对恁传出来应跟上帝，咱三个人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也拣选阮真侪你的子民。这个教会，阮伫这个所在设立，阮嘛看见上帝你的应跟，你要予阮伫遮宣扬福音，哦，搁较侪人因为阮来得到祝福，愿主你帮助看顾。教阮进入教会，会当奉献埋进的时阵，我会当看见上帝你怎样在引带保守，互阮伫遮做宣教的工作，互搁较侪人来信主，也互阮伫即个所在真侪光真侪盐，祝你的名得到显现。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求你帮助阮，互阮会记得怎样学习，接受着你家人的教诲，阮做一个上帝你所欢喜的子民。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